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的是实时欢唱，这个环节了。很期待。今年的网络春晚最想做的是进行是把我们的舞台连到您的身边，我们可以连进一些家庭，也可以连进公共场所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连进的就是一家商场了，我们会随机选取三位顾客，马上要给他们惊喜。好了，我们一路技术人员已经在那边了，来请连线，赶紧给人拜年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各位。大家好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2016 CCTV 网络春晚，我是朱轩，朋友们，过年好！各位好，我是高博，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啊，你们算是抓到机会了啊！一会儿我们会在我们店面里的所有顾客当中啊，随机选出三组顾客作为我们现场跟明星互动的这个嘉宾，你们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向我招招手。好可爱，这姑娘，来，是在中国黄金的店里，摄像机动起来。 朱轩，你先选啊！先选一个。对，看面相吧，随机吧。哎呀！这位，来这位。哎，你别看下面了，你看看我。来，大哥。说的是你。大哥，对。这儿的。您好，您好。你好。你很幸运啊。 一号了，真好！我们现场啊，我们在金店现场的顾客朋友们，我们给他掌声祝贺一下，好不好？掌声祝贺他，非常棒！过年好！终于选到一位了，来，我们摄影师，我们动起来，我们再找一位。哎，还有人闪呢，还有人躲猫猫，哎，镜头过去，他躲起来，好羞涩的大哥啊！哎，他们俩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一组，这一组好不好？来，你俩招招手，祝贺你们，你们被选中了，祝贺你们，祝贺你们。 好，请到大屏幕前，请到现场的大屏幕前，祝贺你们，你们算是二号，来，我们摄影师，来，我们再动起来，我们再选第三组。过年了，大家都喜气洋洋的，飘花了眼啊！就他，这位大哥，我叫他，这位大哥，大哥，回头看这里，胡子的，大哥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大哥抬个头，好，你好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，来，全场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你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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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我们从第一位开始吧，这位先生您好，怎么称呼？我姓谭，北漂。啊，谭先生您好，是给嫂子买金饰吗？对，给家人带去一份这个礼物，浓浓的祝福。好，一会儿希望你有上佳的表现，好不好啊？加油！好的，我们切换到第二组顾客。哎，你们好，您好，可爱呀！这拿着的网兜，这是谁的？是我的。是你要嫁人了吗？ 你嫁人？真的？没有。啊？那个，我姐们现在还未婚，单身。哦，那是给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吗？对，过年了吗？过年了，犒劳一下自己辛苦的一年了。一会儿我们要进行接唱的环节，祝你们好运，好不好？来听听现场鼓励的掌声啊！加油啊，你们，小妹妹。好了，来，我们现在切换到第三组顾客，大哥，你是颜值最有个性的。 好淡定的样子，你特别上镜。哎，这位大哥你会唱歌吗？不太会，这样我们试验一把，你先接我们一首歌啊，预备开始。让我们荡气爽，接。我们荡气爽，接。好音，好音调，好音调，不错。我，哎，我以为我就够五音不全了，他五音估计一个都没有，还好我们的规则啊，你可以跑调，但是你歌词最好不要错。如果歌词一个字不错，就算顺利过关了，好吗？接唱成功的话，那么祝贺你可以获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猴年贺岁金钞一张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次掌声鼓励，加油啊，几位！加油啊！好的，有请本轮欢唱嘉宾赵传。有请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恋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今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们的一号选手。
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怎么也飞不高。错，你直接进副歌了。错，好遗憾的。来，我们现场赵传先生，请继续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正确，祝贺，完美，完美，而且音准也不错，祝贺你。来，现场我们继续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这样的要求算不算爱的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却飞不高。哇！哇！好猛！对不对？掌声祝贺他，太棒了！来，现场赵传，请继续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这样的要求算不算？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，你们好不好？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，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谢谢赵传先生，谢谢。